怎么了，燕子？。姑娘，谢谢你啊。没关系。姑娘，你怎么知道我们需要帮助？这么晚了，两个姑娘在外面，肯定是遇到难处了，当然需要帮助。你说的没错，我们遇到流氓了，他们在追我们。流氓？对。是不是流氓又追过来了？快，你们赶紧上二楼躲躲，快点。哦，谢谢啊。翠宝，你先带他走。是。只有这样，才能还黄龙姐一条命。但是我没想到，自己打自己那么难。海亮，我求求你，你帮我了断吧。不，天宇。江帆，干什么？你别糊涂了，我这是在帮他。现在受的两枪都不是致命的，一旦黄龙杰问起来，他可以说在搏斗中寡不敌众。我这么做是在帮他，你知道吗？只有这样他才能交差。海亮，把这个拿着，拿上这个你们才能过岗。快走吧。我欠你太多了，如果我们都还能平安活着的话，我们老地方见。快走吧。你在这儿干什么？上车。刚才好像有人进去过。这儿？不可能吧？没错，一定有人进去过。开门，开门！走开。这家香店是你开的？不是，是我亲戚开的，我是帮着看店的。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有啊。什么动静？我听到狗叫了，结果一出来就碰到你了。你敢骂？小峰，你疯了！肖大哥。是你吗？好你个小峰啊，既然这家人家是你罩着的，你倒是早说话呀，多查一家少查一家根本无所谓。你在我面前装什么假正经？怎么回事？死神他吃枪药了。他我在查这家姑娘，这个小丫头居然骂我。够了！陈刚被绑，都火烧眉毛了。你们嫌不够丢脸啊？啊！好了，你去查下一家，这里我来负责。是，师傅。丁香，你没事吧？没事。丁香，
两位姑娘，人都走了，你们可以出来了。谢谢您，姑娘，谢谢你救了我们。谢谢。下车。 长得很美吧？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你一定是个大美人儿。看你说的，我哪有那么美呀？充其量走在大街上不会吓着人吧？倒是你，你真是一个小美人儿。佳悦姐，你别开我玩笑了，我是个瞎子，怎么可能美呀？我怎么跟你开玩笑了？我说的都是真话。你有一种清新脱俗的美，人如其名。 我一看见你，就会想到一首诗。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你以前读过这首诗？我又看不见，我怎么可能读过啊？我再读了这么一遍，你就能全记住了。那是因为这首诗真的很美，我能想象得到那个下雨的情景，在雨中的女孩。 就是我，你为什么忧愁啊？能不能告诉我？佳悦姐，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手跟你的手长得一模一样。对，你是跟我说过，不过后来有事儿，我就没有来得及问，那个人究竟是谁？ 他叫萧峰，他是个好人，很好很好的人。那你为什么还不开心？因为我一直没能了解他，一直没能走入他的世界里。
一个傻丫头，其实喜欢一个人也好，爱一个人也好，都是需要时间的。不着急。我看你每顿饭是吃得太饱，放着那么多的任务不去执行，该抓的抓不到，却惹来了税警。那边已经枪毙三个了，我问你，我该枪毙谁啊？你吗？只要上面觉得有这个必要，我黄龙杰愿意为党国肝脑涂地。谁稀罕你这个狗脑袋了？啊，我可受够你了。我问你，你到底你的黑名单什么时候可以全部执行完？韩站长，其实我也早受够你了。只要我完成了任务，不会再对着你的尊容，哪怕是一分钟。黄龙杰，我可告诉你，你别以为老子动不了你。哼，把老子逼急了，就是汤洪博的房间也挡不了我的子弹。组长，对不起，他们人太多，身手又好。你们现在是甘愿技不如人了是吗？算了，是我顾前不够好，但是闪电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是我精心挑选的，至少枪法一流，你们居然连一个人都没打中。我进了他们的埋伏，人跑到哪去了也不知道。算了，先养伤吧，以后再说。怎么样了？真是打了，他的伤倒是没什么恶化，可是仍然没掏出一点有用的东西。怎么可能？这已经是美国最先进的精神药物了。姓什么叫什么？我叫李克，北平编辑。胡说！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从脑电波检测来看，他的神志还是受到了药物的影响。问题是，他的意志太坚强了，动心吧，又怕他扛不住。给他加大剂量。可医生说了，他的伤太重，精神药物对人体的免疫是有损害的。那你说，是什么让他如此坚强，竟然可以抵抗精神药物的控制？理想，信念。我倒觉得他心里有个巨大的念想。念想？没错，我相信只要我们能找到那，牢牢抓住这一点，就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后攻破他。首长，你好像特别看重他。没错，我觉得这个人能给我们带来兴奋点，至少可以挽回以前我们在秘密战线上的一连串失败。他和国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以国家院在共党地下组织的身份，他绝对不可能是郭家月的下属。如果他是郭家月的上属，或者某种程度上的朋友，你说我们应该重视他吗？哦，州长明鉴啊。还有，陈将军入了共党手里已经一天了，仍然没有消息。这81号也是石沉大海啊。共党绑架我义父，无非就是为了他肚子里那份计划。以我对义父的了解，他是誓死不从的，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拿他没办法。现在最多也就是攻心为上，倒是那个81号，他会不会又投过去啊？这倒不怕，因为他不掌握我们的秘密，只是我们认为让他知道他女儿在我们手上。如果我们真把他女儿抓了，这张牌还能打，否则的话，这张牌早晚也是张废牌。特蕾莎嬷嬷，请您帮个忙，帮我照顾一下这孩子吧。沈姊妹，你是知道的，由于我们孤儿院收养了一些共产党的遗孤，已经多次受到保密局的威胁，
我们的院长玛利亚嬷嬷也因此躲了起来。您现在要把这孩子托养在我们这儿，这个事情没人做主啊。嬷嬷，您看我现在这身子，实在是不方便照顾这个孩子。那你跟我说实话，这是共产党的遗孤吗？应该是吧。他爸爸现在还在，但是你看这时局，实在是太乱了，一下子也没有办法找到。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哎，这孩子你留这儿吧，你出去可别跟别人说啊。谢谢你，嬷嬷。悠悠，以后你就留在这儿，跟特蕾莎嬷嬷一块生活。记住，要听嬷嬷的话，好吗？嗯。这年月，孩子的笑脸都没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曾经有个爸爸妈妈，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也不知道自己要上哪儿去。谁让你乱动了？特务头子，别动！你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我们的监视。你们是谁啊？我们当然是人民，和毒妇民贼相对立的中国人民。哼，任何年代的乌合之众，都可以假借人民的名义。我会让你尝尝人民的力量。省点吧，年轻人。要是一对一的话，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哎，陈将军。陈将军，这三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实在不是滋味。你就直接叫我特务头子好了。你们难道不是特务吗？你们披着水总专家的外衣，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你冷静一点。你们害死我老婆，逼得我天天可爱的女儿。你冷静一点。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可以理解，可是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黄龙杰干的，陈刚先生跟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就是啊，你别吵了，你嚷嚷这么大声，万一真的把特务找来了，我们都别活了。是啊，你冷静一些。陈将军，您别生气，也希望您不要迁怒于他们。说实话，那些人也很可怜，他们都是受军统和保密局迫害的人。再说了，您贵为国防部的高级参事，在这个非常时期来到上海，我想很难说您跟特务活动没有关系吧？你知道什么？你是在胡乱猜忌。我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在国防部只是挂个军衔而已，那也是工程顾问嘛。您别激动啊。行，那我就跟您谈谈工程。虽然我是个外行，但是关于您的一些旧事我还是早有耳闻的。那时候您大学刚毕业就进入了工力行建筑事务所，并参与建设了大马路上的一座商厦工程。但是您没有想到，隔壁的洋行大班却不允许中国人建造的建筑超过它的高度，于是您一怒之下辞职了，从此以后投身到了雷士德，并参与建造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那都是过眼烟云了。这也可以证明您的爱国之心呢。难道您愿意看到亲自参与建设的远东大都市上海，再由您亲手改造成一座巨大的堡垒，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了？可是时下局势发展到这步田地，你们共产党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我认为是你们一手制造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可你还在奢谈什么远东大都市？你不觉得你们很残忍吗？啊？
你是在伤害一个正直的建筑工程师的良知。陈刚先生，请您听我说。好了，我不想听任何人的政治说教。那真的挺遗憾的。可以看出来，您对我有很深的成见。不过也没有关系，我想时间会证明我们对您的诚意。没有用的，你们在我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干脆你把我枪毙算了。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说实话，我们根本就没有伤害您的意思，把您请到这儿来就是希望能够跟您合作，能够让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尽量的减少损失。当然如果您不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也没有关系，把您请过来就是希望能够保持您作为一个建筑师的良知。这一切都是会过去的，当我们胜利的时候，您在漫步在外滩街头会因为没有参与一场毁灭城市的战争而感到庆幸，这难道不好吗？我想您应该很清楚，谁在这场战争中屠杀人命，又是谁制造了白色恐怖的特务活动。在结束这场谈话之前，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您。您的好友吴淞要塞刘军长的外甥赵月已经被执行枪决了，而下达命令的人恰恰是您的义子黄龙杰。总长，他一直在胡说八道。尉迟恭，秦叔宝，唐明皇，嫦娥，穆桂英，钟馗。喂，问你话呢。掌柜的，您贵姓？免贵，姓王。余部长，我可算见到你了。贾月，坐。我这次是借道上海，特地来告诉你，上级很快会派新的领导过来。鉴于上海目前的情况，为避免敌人最后的疯狂，尽可能完整地保存我们上海的地下组织，所以希望大家延长冬眠时间。其实这段时间我们也没闲着，手上保护着好几个文化名人。哦，对了，陈刚将军已经被我们拿下了，我们现在正犯愁呢。你说联系不到上级，真着急呀！没想到你们继续做了这么多工作，你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是怎么掩蔽自己的？啊，我们现在还守在年画作坊。什么？你们还在继续使用年画作坊？王怀志不是已经被捕了吗？余部长，我可以向你保证，王怀志肯定没有出卖组织，否则的话我们在年画作坊待了这么久，这早就被敌人发现了。我现在都怀疑怀志可能牺牲了。佳月，你别太难过了，年画作坊不能再继续使用了，现在立即转移，这是地下工作的原则。嗯，怎么不想吃粗茶淡饭？不对你的胃口？我身体不好，这饭菜口味太重，吃不下。哎呀，不想吃好，我吃。你郑明兄说错了吗？
你这种平时养尊处优、为虎作伥、祸害人民的特务，在新社会就该被彻底打倒，去过过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的生活。我养尊处优，我为虎作伥，笑话！想当年，我在为上海这座大都市做贡献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还不是穿着开裆裤、擤着鼻涕、找食吃呢？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我说你们这些男人怎么一在一起就斗得跟乌眼鸡似的？切，真吃不消你们！大家都别吵了，这里不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去哪儿啊？远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不过这里是不能待的。哎，这样吧，董家洞天主教堂隔壁有我朋友闲置的房子，院子连着教堂，进出也方便呀。看来只能这样了。白小姐，玛利亚嬷嬷、马院长还有征明先生，你们跟醉猫一起坐我的车先走，剩下的人第二批走。我们要等海亮跟杨帆回来，再做一些售后工作。好。查到了王记年画作坊。王记年画作坊，你们马上调集所有人手，赶往王记年画作坊。他肯定是郭家月最近的藏身处。我留下来继续对付王怀志。我相信他一定能给我更大的惊喜。我也相信你们能够在那抓到郭家月。记住，如果我义父在那的话，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是，是。去吧。所有文件都在这儿了。好，放在这儿。谁？我，杨帆。你们怎么才回来？不是要看报纸吗？我们去买报纸吗？还看什么报纸？情况危险，马上转移。啊？去哪儿啊？跟着佳悦姐走就行了。啊！你们跟大家说，赶紧收拾行李。好，走。怎么就一辆车？公司的车都出去了，调不出来，只能先来一辆。什么？你看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行李，怎么坐得下呀？那我也没办法呀。郭小姐，你们带他先走，我可以等一下。反正地址我记住了，董家渡天主教堂边上的房子。一会儿我来找你们。这不行，你是我们的保护对象，要留也是我们。佳悦姐，你和杨大哥带陈将军、石马先生先走，我和海亮哥在这儿等一等。快走吧。这儿有我和燕子，你别担心了。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们了。走，其他的人上车。尽快赶过来，注意安全。明白。
逃不了了，等着瓮中捉鳖吧。别小看了对方的意志力，这哪是瓮中捉鳖呀，分明是困兽犹斗。郭佳悦，郭小姐在不在啊？我们能不能谈一谈啊？我就是郭佳悦，你们想跟我谈什么？郭小姐，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营救陈将军，只要你答应放了陈将军，我们今后照样可以相安无事。郭佳悦在哪儿？不知道。告诉你，你们逃不出去的。以我做人质，出去的想办法。快！动一动，动了我就打死他。退后！没听见他说的吗？你们想害死我呀？怎么听见？谢谢，保重。你们小心。想胆哦！燕子。你们是不是都通共了？就两个人，两个人你们都让他们跑了，我怎么看着那么像个笑话呢？组长，没全跑，干掉一个呢。你要是怀疑我们，可以对我们进行隔离调查。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我也有责。没让你说话。我要怀疑的话，第一个就怀疑你。以你的身手，怎么那么容易就被共党劫持了呢？山外有山，组长。我们和共党斗了这么久，各种失误不断，难道都是我在失手吗？小鹏，怎么说话呢？今天的这场合，你就是顶撞上司，目无长辈。组长，所有东西都在这里啊！让你们去找可疑的东西，你们弄两筐垃圾来干嘛？拿走！等等，这么缺德，把新闻报的摔板剪了一大块，也不问人家看没看过。哎，这个报纸我从来不看啊，没什么内容的。那报纸啊，是石先生剪的。石先生，
这版报纸的内容你看过看过啊？看报看报，你们就知道看报。哎，别吵了！你们这帮文人呀，就不用待在一起。没事要掰扯两句。人人想我，我想人人，啊，这是公德问题。即便这张报纸大家都看过了，那也没必要把它碎尸万段呀，啊！哎，石先生，你说是不是？不错，那张报纸是我捡的，因为报上登了我好朋友小葫芦的死讯。小葫芦，小葫芦，你们知道吗？多好的滑稽演员啊，竟然在一条路特里死于非命。都是你们那些特务干的，你们还有人性吗？他只是一个唱小人魂的滑稽艺人，就说了几段嘲讽金烟圈的笑话，你们就通缉他，杀害他，你们就是一帮畜生！把话说清楚，谁是畜生？你想怎么了？你想怎么样？你这个特务，我想怎么样？你咋的？别啊！你咋的？别说了，都别吵了。阿良，燕子呢？阿良，燕子呢？燕子呢？燕子牺牲。组长，看来我们真的是时来运转。八十一号的显现和黄怀志的败露，将是华埠曙光的两把利剑，郭家岳的死期到了。建德，我知道你和韩天使的私交不浅，但是我还是把你引为心腹。现在这局势，战局已经非常明朗。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只是为自己的职业挽回面子。局部战争，我们一定要做到完胜。所以，我希望你还是要做到内外有别。是，是，组长，我不会向韩天使透露半点口风的。其实我说的呢，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我之外，一概为外。我的苦心，你能理解吗？组长对我如此信任，见得。一定干扰土地。谢谢你能够理解。这只蜜蜂，再怎么说它也不是家养的，所以不时的得敲打敲打它。明天你去报社再登一个寻女启事，如果它要反水的话，它的女儿随时会消失。老王记年画作坊，陈刚同志，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来得晚了点，但还是有帮助的。至少可以证明，曙光看得他很紧。他到底在哪儿呢？你说年画作坊早不暴露，晚不暴露，偏偏在这个时候暴露，
会不会？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年画作坊的暴露，就意味着王怀之他没有死，而且很有可能他已经背叛了。 肖上尉，查些什么资料了？有个案子需要查一下十几年前的历史资料，本以为首都沦陷时丧失了，有人说原件在你们这里。查吧，赶紧查吧，要不然被销毁了。谢谢。 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